大家好，我是十四号的谢学月，所属店家是 baby 零九。然后今天比赛感想呢，其实中部真的集结了各大的店家的高手，那其实很紧张，那非常棒的经验。那对我来说，调酒呢，它是非常艺术化的一份工作。那其实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特色，那我们就是坚持自己的特色，这就是我们bartender的，谢谢。